天地无间，谁是我？劝君莫蹉跎。纵然今朝不与我，未尝是苦果。春去春又回，燃起希望的火。莫悲切，莫伤痛，你我同与共。你我苦尽了，花再开，莫忘珍惜人间有爱。哎，我说啊，小东来过电话没有？哦，你在等他电话呀？他不是要到小西那儿去看看吗？哎，你不是不担心的吗？我不是担心，我啊是想了解了解情况。嘴硬，你要是担心呢，你就去看看他。哦，上次我要去，你还拦着不让我去。我是怕你跟亲家母吵起来。小西呀，夹在中间难做人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小西是我女儿，我会让她为难啊。好了，小东到底来电话没有？没有。小小东的电话。小东。哦，小南呐。你好吗？爸爸妈妈都很想你。什么？哦，好，知道了。好的。哎，小南怎么说？小西那儿出事了。啊？小西出什么事？他把小南送的那副项链拿出去卖了。啊？你看，当时小南买的时候呢，保单是开给小南的。现在人家买家要找小南电话里核实。难道说？小西缺钱用，就是啊。建红不是在公司里做得好好的吗？前一阵还发了一笔奖金，说要带他妈妈去欧洲玩，怎么突然就缺钱了呢？妈，嗯，要不然别等建红了，您先吃吧。那不行，他在外头赚钱那么辛苦，一定要等他啊。等，我不饿。你看，回来了，建红啊！哎，呀，怎么样？今天顺利吗？好。订了大订单了是不是？所以这么晚回来，快吃饭。啊，忙了一天是挺累的。你快坐下吃饭吧，妈一直在等你。坐着，我去盛汤。快坐。你看，妈妈今天给你烧了回锅肉，不是你最喜欢的吗？你试试看好不好吃？来吃。好吃吧？明天再给你做啊。建红，出国手续办的怎么样了？妈什么时候出国呀？妈，我拜托你不要动不动就提出国两个字，好不好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已经……哎，妈，建红已经把出国手续都办好了，下个礼拜我们就可以出国了。真的？对啊，那个，具体的行程表我都拿回来了，一会儿吃完饭你有空就好好看看吧。哎，好的好的好的，我吃饭了，马上看。来，快吃，坐下吃。先吃菜，再盛饭，快快快，再喝汤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回你娘家借钱去了？
你怎么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？我没有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回娘家拿钱，所以我根本就……那钱是从哪来的？小希，你不会去做什么傻事儿了吧？我把二姐送给我的钻石项链给卖了。什么？你把你二姐送你的结婚礼物卖了？你就不怕你这么做伤了你二姐的心？我现在我管不了这么多了，我只能顾眼前了。你就这么看不起我是吗？这次你把你二姐送你的钻石项链卖了，那下次呢？是不是要把你自己也卖了？真不知道你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。我做的这些有什么不对的？我只是不想让你妈对你失望。你不要扯到我妈身上，我妈跟我的事儿我自己会处理好。小声点儿，你妈她会听见的。反正你这么做根本不是在解决问题，你是在制造问题。别人对我没信心也就罢了，怎么现在连你也对我没信心？建宏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能够称心如意？好啊，你现在去告诉你妈你失业了，然后你再告诉她，我们的机票钱还有报名费都是我卖掉娘家的嫁妆换来的。我倒想看看你妈她能不能承受。妈，您怎么不吃啊？是不是这些都不合您的胃口？我去上班了。啊。给。妈，我走了。等一下，你们俩的戏还要演到什么时候啊？妈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建宏，昨天你们吵架我都听到了。不是已经失业了吗？还为什么每天拎着包要到外头去啊？妈，我……妈，您不要怪建宏，这都是我的主意。我怕告诉您，您听了会伤心，所以就让建宏暂时瞒着您。建宏啊。不要什么事情都让小希帮你说，妈要听你自己的打算。啊，我没什么好说，都怪我犯了不该犯的错，才会到今天这种地步。我没脸面对你。心里头还有我这个妈呀，啊？那你为什么心里的苦只跟小希讲，一点都不想让我这个当妈的知道呢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做妈的不讲道理，只爱虚荣，所以你什么事情都瞒着我？你是不是觉得？跟我讲了，我会给你脸色看，所以你什么事情都憋着闷着不跟我说。事情都这样了，你还要装着笑脸说要陪我去出国玩？妈，对不起，我
本来确实是打算带您出去玩，我也没想到我后来会把工作给丢了。我真是太失望了。妈，对不起，都怪我没用。不是，不是为了这个。丢了工作没什么了不起的，这人生在世，谁不会遇到些困难呢？我只是伤心，伤心我这个当妈的，在自己的儿子心里一点都没有信任感，一点都没有亲切的感觉。我真是伤心，杰红，难道我这颗心你真的一点都不理解吗？啊！我几十年来辛辛苦苦的忍气吞声，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你吗？你这个宝贝儿子吗？妈，建宏他怎么能够不理解您的苦心呢？他也想让您过得更好，过得更自在，所以他才离开家自己出来创业的。是。虽然他现在事业上是不顺利，可是妈，您要相信，他对您的孝心是永远都没有改变的。既然你在外头干得不顺利，那就跟我回去，至少家里面还有一份等着你的财产可以接呀。妈，我不回去，我在离开家的时候已经发过誓了，我要是不取得成功，我就绝不再踏进家门半步。哎呀，那都是气话，气话说了是不算数的，你跟妈回去啊。不回去。妈，有什么话我们慢慢商量嘛，您别着急呀。着急，我怎么能不着急呢？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儿子在外头受委屈，我就想不通了，守着家里的财产不要，到外头来看人家的脸色，受人家的委屈。你没当过妈，你不知道一个当妈的心情。杰宏，听话，跟妈回去啊！不管你大哥他们说什么难听的话，你都不要在乎，有妈给你挡着呢，妈不会给你受委屈的啊！你还要我说多少遍你才肯死心呢？我不回去，至少现在我是绝对不会回去的。你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你？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你啊？你到底为了什么？你是男子汉，你能男子汉就有血有肾的，你不能像我缩头乌龟那样的，你逃避现实。妈，我是摔倒了，我是失败了，但是我当初离开家的决定我没有错。我如果今天真的哭着跟您爬回家，那我才真是一个没出息的缩头乌龟。小溪，别叫妈了，让她一个人静静吧。你呀，也别跟妈计较，她会这么跟你说，完全是因为她太爱你了，怕你在外面吃苦。算了。为什么不买？啊？这个太贵了，而且咱们也不是非要不可呀。
叫你干嘛啊你？哎，想带妈出国玩一趟，可现在我却搞的，连给她吃点好的、穿点好的我都做不到。可能在家里对她吼那么大声，本来我还以为她会很生气，会狠狠地骂我一顿。就算她骂我骂的再难听，我都可以忍受。可是没想到。是啊，你吼妈吼得这么大声，她连一句话都没说就回房去了。以前的她可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她越是这样，说明她越伤心。跟你们一块儿住了，所以我们两个呀想买点东西去看看他。小希，你婆婆在你们这儿还住得习惯吧？习惯，那我婆婆还给我们做晚餐呢。哎，哦，那好啊，哎，正好我们买了东西去看看亲家母。哎，别，我们等会儿还有事儿呢。哎，这，你们去了，我们两个没法照顾你们。哦，那也好。那就别勉强了，改天我们再去，啊？行吧，那我们还有事儿呢，我们先走了。爸妈，再见啊！爸妈，再见。好，再见啊！再见。哎。少杰，我看小希情绪不太好，是不是在家受了委屈，出来不敢说呀？我看呢。倒是建红情绪不大高，还是不放心。那个女人那么难相处，你说小希在那儿能吃得好睡得好吗？我跟过去看看。哎，你这，哎呀，别去了，真是。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有点事儿没有？去屋里看看。妈，我们买了你最爱吃的糖藕。建红，你快来看看，你妈给你留了封信。建红，我的心肝宝贝，你不要以为妈不知道这几十年来你心里的委屈和痛苦，妈也很清楚。你为什么要坚持离开沈家？你是为了帮妈争这口气。所以，就算你现在事业失败了，妈也不会看不起你的。妈读书读得不多，不会写什么大道理。可我只知道，人有家，树有根。不管你再不喜欢。沈望海是你的爸爸，沈家是你长大成人的地方，是我们母子的根。总有一天，你还是要回到这个家来的。妈先替你在前面撑着，妈要回沈家，守着你应得的财产。我不怕被人笑话，被人欺负，反正这么多年。习惯了，等你准备好了，就回来跟妈一起拼，挣我们该挣的，拿我们该拿的。儿子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妈在家里等你回来。
给你留了些钱。其实妈真的挺爱你，她跟大哥争，跟阿姨争，都是为了你。对不起，我妈，可能想给我的那些不是我要的，从来都不是。坚持要来看看建红他妈妈。建红，你妈呢？妈，她回去了。啊？怎么回去了？你们不是还要一块儿出国旅游吗？啊，那个，建红他妈妈改变主意，不想出国了。哦。爸妈，你们在这吃饭吧，我这就去做。啊，我去帮忙。再多来点，那就来份凤爪吧。来来来，沈家猪蹄儿，来来来，里面请，里面请，来来，随便坐，随便坐，赶快坐，赶快坐啊！尝一尝这沈，来来，里头坐，里头坐，尝一尝这沈家猪蹄儿啊！来来来来，好吃不贵啊，比南北大菜、满汉全席都好吃啊！随便吃，随便坐啊！祖孙吗？你还挺能吆喝呀。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老板，不好意思啊。叔，忙着呢。哎，阿姨怎么不在啊？人家出国玩去了，哪像我们那么命苦啊。哦，叔，你是不是想阿姨了？怎么啊？你是皮在痒啊，还是想找骂来啊？这哪儿跟哪儿啊，叔，我是关心你呢。叔，你看我这有个3G 高画质的手机，您打个电话，不单能听到声音，还能看到人呢，这样保证治了您的相思病。有这样的手机啊？啊，我怎么没看过？叔，阿姨要一个，就还告诉她怎么用呢。是吗？叔，来来来，给我，来，多少号？我帮您说。你阿姨的手机号是13。哎，哎，哎呦，我阿姨，您回来了。哎，来来来，阿姨，我来。您跟叔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，他正想您呢，您就回来了。是吗？嗯。怎么灵怎么犀呀？就是叔一想您，就把您给吸回来了。他想我，你想我干什么？我，哎，三宝，别瞎掰啊！把阿姨箱子拎到办公室去。得嘞。哎呀，阿姨，您去欧洲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他们公司业务实在是太好了，他们老板少不了他。哎呀，所以呢，不让他请长假。我们去欧洲就改成去香港了。哎呦，这欧洲和香港隔着108000里呢，香港可不比欧洲好玩啊。阿玉芳，忙你的去。慢慢吃啊。怎么样，我们沈家猪蹄味道怎么样啊？多吃点，女孩子吃了美容的，男孩子也能美容。要好吃的话，给我们做做广告啊。一会儿吃了以后啊，叔，还可以打包回去。你看，阿姨一回来，你整个人的精气神就回来了。才安静没两天，这会儿又热闹。热闹好啊，财源滚滚。哎，大家吃好喝好啊，热闹滚滚，财源滚滚。来，随便吃，随便喝啊，吃着喝着啊，来来来，吃着吃着啊。连拉都不拉我，这么大一个箱子，我一个人拎着，都快累死了。哎呀，我是想拉你，
可是那天你横成那样啊，那后头你还咬我一口。咬你一口，你就不拉我了？很痛啊！以后干脆把你手咬断，让你一辈子都别拉我。那怎么可以呢？我要跟你手牵手过一辈子的。我出去这么多天，连个电话都没有，还指望你手拉手过一辈子？我没有打电话给你，我是希望你在外头玩得尽兴一点啊！我是越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，我就越想你。真的？那好，那我以后不回来了，让你想个够。那怎么可以啊？哎呀，你出去这几天了，我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。再这样下去，我要去做和尚了。别来这一套，我可没那么容易上当。这次我真的对你死心了，对你一点指望都没有了。你在说什么呀你？不是好好的出国去玩了吗？你怎么讲这样的话来？我哪里出国了？你没有出国啊？不是说好了建宏陪你出国去玩了吗？哎，你说话呀，嘿，嘿。你怎么要哭了你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告诉我怎么回事啊？这样闷的我就反而担心了，你告诉我，告诉我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说话呀！你快说吧，你我急都急死了，你这是。建宏失业了，他们现在小两口，连一天三顿饭都有困难。还有什么钱带我出国去玩啊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建宏他不对呀、啊！亲家告诉我说，建宏在刚刚那个大公司签下了团保合约啊，怎么会？我骗你干什么？建宏为了不让我知道他失业了，每天拿着包照样到外头去上班。我知道他这是假装的。我真不知道他这一整天在外头是怎么过的，我就没想到我的儿子在外头过得那么惨。我临走的时候把我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他放下，我就不知道我的儿子落魄成这个样子，我的心疼，你知不知道？这样了，真是！我去找他。你去找他干什么？我拿钱给他呀，我总不能看着他饿死啊！他饿死都不会要你钱的。你还是假装不知道吧，给他留点面子吧。为什么？除非你准备不要这个儿子。你该清楚的，他为什么会离开这个家？你现在要是把钱送给他，等于撕破他的脸，那以后他真的不会回来了。你现在还是假装不知道吧，啊，给他留点面子。我相信我儿子会成功的，等他成功了，他会回来的。臭兵啊，这个像话吗？这是，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儿子在外头挨饿受冻，我这个做爸爸的不去帮助他，这像个爸爸吗？哎，再说了，我跟亲家怎么交代呀？你现在知道我这几天在外头是怎么过的了吧？哎，我这个做爸爸的，儿子跟媳妇在外头受苦。我还到处跟人家炫耀，说我儿子多有才华，多能干。哎呀，这爸爸怎么当的？你最糊涂的是不该把你儿子赶走，你现在一手要擦眼泪，一手想把你儿子抓回来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你，哎，
开始，我要好好的帮儿子守着主题店。万一他以后在外头混不下去，那回来也至少还有个主题店吧。我不能让建明他们把主题店全占了。果然如此，建红失业了。啊？失业了？刚才我打电话到他们公司去，他们公司人说建红早就不在那儿干了。怪不得呢，小西把那钻石项链拿出去卖了。少杰呀，你说怎么办呢？我们要不要帮帮他们？帮，那肯定是需要帮的，但是这关系到建红的面子，他们要是不开口，我们也实在是难插手啊。建红的爸妈也不是知不知道这件事情。当初建红啊，是跟家里怄气才搬出来的，如今丢了工作才搬回去，那不是更没面子吗？你们男人就是这样的，什么事情都考虑面子，怎么不考虑考虑老婆呀？先别急呀，亲家母突然离开了，她一定知道建红丢工作了。先看看他们会怎么做吧。你说他们会怎么做？我担心呢，小西以后的日子更不好过了。怎么说呢？我担心这么一来，亲家母会逼着建红和小西搬回去。那可不行，小西他们搬出来多不容易啊！哦，再搬回去住，那以后小西再也别想搬出来了。我担心的就是这个。是啊，哎，真是不错。来，小帅。哎，大爷大嫂他们怎么还不来？随便。来了。来了。来吧来吧，坐着吃早饭。哎呦，这一大早到别人家来吃早饭，我还真有点不习惯啊。娟儿，你做这么多呀？这会把我跟建明撑死呀！阿姨刚回来，让阿姨多吃点补补身体。另外，我也想做这顿饭给大家赔个罪，这段时间给大家添麻烦了。哦，他自己家厨房不能煮啊？大嫂又不让我进厨房。哎，他要是在咱们家厨房把手切了烫了，爸还不得埋怨死我呀？哎呦，吃个早饭那么多话。难得娟这么有心啊，咱们多吃点，给她捧场。吃来。阿姨，这香港跟欧洲差很远吧？你到香港都去哪些地方玩了呀？哪些地方玩啊？谁知道呢？不记得了，光知道玩了。哦，那您没跟爸买个领带呀、西装什么的？什么时候看我穿西装打领带了？就是。哎，那没买燕窝呀？香港燕窝可好了。燕窝，燕窝要比咱们家猪蹄补吗？就是。阿姨，那照片总有吧？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呀。照片倒是拍了不少，不过都在建红相机里呢。你要看，找他去要。哎呦。要看个照片还得找建红去啊，那么麻烦呀。啊，算了算了，你还是讲给我们听吧。你到香港都去哪些地方玩了呀？去哪些地方玩了呢？香港嘛，香港不就是什么弥敦道、太平山、什么兰桂坊什么的？对对对，我这救不出来，挂在嘴边。弥敦道、太平山什么，就是。爸，那你又没去，你怎么着阿姨去了？阿姨。哎，你爸不好打电话给我的。我虽然人在香港，可是你爸想我呀。哎呦，电话都打爆喽。哎，我那三 G 手机真的不错，又能打电话，又能看到人。这个月手机费一定很多吧？贵了好几百。
哎，真不好意思，这花的都是建明、玉峰他们在店里赚的钱啊。没关系的，阿姨。反正您去香港的这段时间啊，我爸也是带着我妈出去走走玩玩了。虽然他们是在国内呀，不过住的是五星级酒店呢。你想想，夕阳西下，手牵着手散步，哎呦，人家都说呀，这电话打爆了也不如见一次面的。哦，别瞎说啊，跟你妈妈不过就在公园里头散了个步，甚至说成这样，以后我跟你妈还见不见面？是。阿姨，爸他没有说谎。我妈就是跟我爸在公园散了散步而已。是啊，就说说建明，说说你，哎，不吃。来吧。哎，我跟你说话，来，来呀。好。看吧，你们先吃着啊。不吃拉倒，咱们吃咱们的。以后别在爸面前跟那女人斗来斗去，到时候挨了骂没人替你解释。我就是要弄清楚他这几天到底去哪儿了，一会儿欧洲，一会儿香港的，我看呢，他根本哪儿都没去。大嫂，阿姨她出没出国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是在替妈打抱不平啊！你看阿姨那嚣张的劲儿，是阿姨嚣张还是你爱挑事儿？你要不惹阿姨，这架能吵得起来吗？好了好了，吃不吃早饭？爸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小琪，来来，坐坐。哎，好像是闲着没事儿啊，找你出来随便聊聊。爸，妈回去没说什么吧？你妈说。建宏的工作好像不太顺利，妈一定很难过。没事儿，你妈那个人呢，一会儿生气，一会儿高兴，三分钟就过去了，别替她担心。哦，对了，爸，这个钱啊是妈留下来的，你帮忙给带回去好不好？这你妈给你们的，你就收着呀。不是的，爸。这个钱是妈在店里辛辛苦苦赚来的零花钱，我不能收，建宏他也不能收。你要是不把这个钱拿给妈，我和建宏心里都过意不去的。爸，拜托您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好吧，谢谢爸。就还给你妈妈啊。哎，小西啊，可是，爸这个钱你收。哟，爸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不行不行，真的不能收的。这个钱你收着。爸，不行，我不能收。这样我把钱收了，建宏知道了，他该生气了。那你别让他知道就行了。他不可能不知道的，爸。哎，就算他知道也无所谓。哎，他是我儿子，说穿了，我两腿一伸，以后这些钱都是他的嘛。就不过现在先拿点出来用用罢了。爸，要是这样的话，建宏在家里等着分财产就好了，他还干嘛出来受这个罪啊？对不起啊，没事没事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建宏就是不想让建明轻看了他，所以才离开沈家的。虽然他现在工作不是很顺利，不过就算我们两个人再怎么辛苦，我们也不能拿家里的钱，因为这样会让他抬不起头来，会让建宏失去奋斗的目标。他来说太残忍了。这些我都知道，可是，哎，我心里就是老在惦记。我想来想去啊，我就是放心不下。尤其是你，小西，你出嫁之前，你看你有这么好的工作，在家里头你爸妈这么疼你，你嫁到我们家来以后，跟着建宏这样的吃苦。别说你爸妈心里难过了，我这个做公公的，哎呀，我是感觉特别的过意不去。爸，您别这么说，我和建宏正在努力的找工作，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不会有问题的。
现在工作不好找啊。还行吧，只要不太计较工资，就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好，我也慢慢问问，看有没有适合你们俩的工作。哎，爸，您千万别这样。建宏离开家里，就是想靠自己的力量开创自己的事业。如果他还遇到什么困难，就靠着家里又出钱又出力的，这样的话，他永远也离不开沈家。所以，他心里的那个结永远打不开。建宏今天会变成这样，也许就是老天爷对我的报应。我不该让他生长在这样的家庭，我更不应该把他赶出去。可是我，爸，您别这么说。您把建宏养大，让他受教育，这对他已经够好了嘛。将来他是好是坏，都要靠他自己负责任。我是他的妻子，我会鼓励他，跟他一起努力的。爸，请您相信我们。我们可以照顾好我们自己，我们一定会越过越好的。爸，一定要相信我。也许真是老天爷在可怜建宏，让他娶到你这么好的老婆，真是他的福气。可是，就是让你受苦了，小希啊，爸爸真的是对不起你。呀，爸。您快别这么说，我知道您心疼我，能做您的媳妇啊，是我的福气，是我让建宏让您操那么多的心，是我们不对，该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呀。我就先回去了啊。爸，您慢走啊。不一定好走，也许。